大家好，我是妍妍。我这个金红蝎子从仲夏，我感觉可惜这么大一个盆了，从仲夏都没有怎么长。今天把它弄出来，弄出来重新种。这个长得太慢了，这个。什么？仲夏是多大？现在还是多大？你看，不知道为啥，我这弄了，我再搬些叶子下来，好叶插。我都没咋叶插出来这个品种，家里好少，给叶插一些，坚持不长。中下是多大，现在还是多大，重新给它换一个，多浇点水，换个小盆盆，这盆盆太大了。那全部把它拔了，这下面的土还可以回收利用。土全部都要收拾了。养的那个金红蝎子好大，好好看哦！我养的金红蝎子始终都长那么大，长都不长，早都看它不顺眼了。拔掉，拔了吧，亏死你了！我顺便搞点叶子下来叶插，我还没插过这个品种呢，我之前看丽英插的有。但它也只有几颗儿，这会儿搬点叶子，哎，修了，等会儿坐到那儿，你慢慢去搬，重新让它发根，春天好发根，发根快一些。你们都是好老的了，看看没有？没长，没长。嗯。最后一个，走那边还有几颗，去把那边那几颗也脱了。那边都快了，一个那边还有几颗，晓得哪起的就长不好。种了还是有好久了，这个。哎，还是好久了哟，我感觉我买回来好大，到现在都还是好大，都没见长过样。嗯，拔起来，没心情。它叶子现在好看，等它长大点点儿，它就是纯色了，它不得出茎。飞跃，去下点叶子先。叶子还不好搬的嘞，这种不好搬的叶子，我们叫个扯。怎么一二嘿，个扯，不能个掰，怎么个扯？个扯它才能扯完人。我还没得啥这个品种，多扯点点下来，给它。我这个叶子虽然个儿不小，但是这个叶子很健康，就是那种很皮实的那种。好了，不能再动了。哦。这种都跟那要翻猪了一样个，但是还是有拉丝，看嘛，翻猪了就没有拉丝哦。要是内里侧，那个侧，这个就不行，要选这种健康的。这个也没扯断人，嗯，那个侧不能灭。像那啥子纸了呀、胆血呀，就随便灭，哪么灭都得行。这个东东它就不得行了，要个切还是切得好，必须要用内力才能把它弄好。一大盆儿，还没大筐。嗯，这都是种子呀。这是好多好多的那个金红蝎子，我喜欢这样子的。我的是种点这儿，摆点下来，很安逸。把它晾到这儿，等到出芽的时候再弄它。这个本来就少搞，不要每个都插进去，到时候找不到了，专门弄个盘儿给它种。